高宇真辣穿比基尼露 C 奶，大胆调情江宏恩洗鸳鸯浴。江宏恩与高宇真演出亲密戏，图 3D 提供，201803.16。电档金家好媳妇最新剧情发展至江宏恩是高官平与老婆高宇真是金心荣重修就好准备进行蜜月旅行，小三张静之是黄秋怡不甘示弱跟上这趟旅行，打算上演偷情戏码，却意外撞见江宏恩与高宇真在浴室里打得火热。高宇真在蜜月旅行中为了满足老公江宏恩下足功夫，不但穿住比基尼展露窈窕身材，还大胆调情拉老公洗鸳鸯浴，在一路亲热到床上。为了这场亲密戏，高宇真可是做足万全的准备，用大浴巾包裹全身再疯狂打泡沫来掩盖。拍摄过程中，高宇真也夸赞江宏恩相当绅士。江宏恩与高宇真演出亲密戏。图 3D 提供，201803.16。剧中江宏恩和小三张静之背住正宫高宇真高调谈情说爱，张静之甚至大胆跟踪和江宏恩上演偷情戏码，让网友不忍直呼拜托高宇真不要再傻下去了。江宏恩与高宇真演出亲密戏，图 3D 提供，201803.16。